好，我们看一下湖南的蒋淑萱。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湖南体操队的蒋淑萱。手翻前屈180，完成的很轻松，也很漂亮。看一下慢放，空中整体质量还是不错，落地还是很高的位置。第一跳得分12.633，来看一下他第二跳，侧翻后直360，哇，他这腾空真的是很漂亮。看一下慢放。空中整体质量还是很好的，撑马的高度也不错，像有些运动员在上马时候的曲臂还是很明显的，他这有一点点空中的并腿，包括落地。第二跳13.2，总分26.921。目前上河南张怡涵，来看一下他第一跳。侧翻后直360。空中质量还是可圈可点，但空中的伸展，直体的伸展度稍微欠一点。嗯，上马并腿很好。第一跳12.933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。第二跳手翻前屈180。两跳整体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整个的这个高度和轻盈度稍微浅了一点点。第二跳12.4，两跳是26.496。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福建的楚一鸣。
手翻前屈顺利完成。本次比赛比较萌的一小只小花，最后的翻转稍微欠了一点，所以它的落地向后迈了一步。那我们在这个跳马当中的动力性上，有可能就会被扣掉一些分。第一跳得分是12.333。来看一下楚一鸣的第二跳，侧翻后直360，好，顺利完成两跳。他在落地的时候才出现了，这马看见有个小分腿，整体的腾空还是欠一点的。哎，你都是腿长一点，你腿完长一点，长一点。第二跳是12.6啊，两跳总分是26.0。我们下一项进行的是男子鞍马比赛。